跟你洗啊，佮足暖，对啊，洗啊，形容佮变天吼，所以咱嘞温度差足济啊，真正温度差足济吼，所以咱嘞说咱嘞时代囡仔说咱好比吼，那出门在外会去你外头加冷一年吼，系唔通都哎，少年嘞，唔通灯迄个灯用吼，多用灯用吼，迄个外头真正吼，若寒咱就爱加穿吼，哎呀，为着吼咱嘞迄个。为着钱吼，为着咱身体设想，为着卖互医生管趁钱吼，咱身体爱顾吼。啊，所以咱嘞，因为无法度最近天气吼变化伤多吼，连咪寒，连咪热，连咪落雨，连咪好天吼。所以咱嘞很流好，比如感冒真多，啥物生理上好，医生管上多吼，生理上好吼。你敢知影吼？我甲你讲一个迄落医生管的笑话吼。医生管的笑话，你敢知影迄落去到病院的时阵，啥物科？你若要去检验的时阵吼，去到检验科的时阵，检验科的时阵吼，有足侪人要去抽血啦，要去验尿的啦吼，人足侪。结果有一天，迄个小明经过遐的时阵吼，伊嘛是其中一个。对。啊，小明经过遐的时阵，伊嘛去检验科。是。结果去哪？哈？要抽血还是？要验尿。验尿。不是啦，我老在讲的时阵，我会感觉足歹意思，因为我昨已经讲过啦。我咧讲过，我昨讲过啦，给我录过，我的文字有录啊。哦啊，我无听到啦。你无听到，我再说，我讲你听啊。无你这个爱拿迄个什么？迄个井底之蛙，我讲予你知，哇，迄个你敢知？结果吼，伊去检验科，啊，检验科的时阵吼，伊就将每一个人一排行过了后，一撮一箍拢是。然后一箍，一箍，你的边啊只哦，你边啊一堆，一人摕一杯啊，迄就是迄个一人拢带家己的，拢装自己的尿液。对啊。好，来过来，咱的护士经过这时阵，就叫一个人的名，就伊就甲叫，啊无伊就经过时阵，伊就讲来王尚菊，来就大家王尚菊啊吼。好来，伊佫叫一届王尚菊，大家都王尚菊，伊啊你叫两届啊，佫王尚菊，然后。叫第三届王尚菊，规间那个王尚菊，叫忽然间一人意识到伊的名叫王尚菊，然后说王尚菊，伊讲倒，规档的规间的人拢把伊的尿液往上倒，这个时阵尔尔，每一个人的头拢是尿液啊。无啦，迄拢有空隙呀。无啦，谁来讲尿液有空隙？有啦，有迄种伊个，互你一个管子，互你带啊，然后佫有压压着啊。你去妇产科，伊敢互你？无呢。对。每一科拢无共款。大医院检验科是这样子。大医院检验科是安怎？对。伊互你黑吼。对，你要直接把它倒在里面，然后管子拿给护士。哦，安尼哦。对。哦，你家己敢知哦？我咧知。然后我再甲你讲一个笑话。哦哦。后来有一个小朋友吼，来伊就用，因为咧小朋友是毋是爱比的？对。有一个小朋友，伊就讲吼，哦，你刚才阮爸爸最厉害，伊做到潜水哦。潜水下去，他可以潜一分钟哦。那么厉害哦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三个小朋友。是。后来第二个就讲，哪有厉害，哪有厉害。第二个，阮爸爸潜水下去，阮爸爸能潜十分钟了。哦，是哦，愈来愈高了。结果，第二个潜十分钟哦，潜水十分钟，拢阿个好诶，无代志。无代志啊。第三个讲啊，迄哪厉害？咱迄哪厉害？第三个讲，我来讲，胃顶里沉落个钱拢无白起。哈哈哈！哈，安尼啥个厉害？厉害。嘿哪，嘿讲，恁哪厉害？恁哪厉害？阮阿公胃顶里沉落个钱拢无白起。那天潜水最久了，对呀对呀，从去年潜到现在都还没起来啊。是。阿恁你刚才？我知啦。阿恁你了解啦吼？了解了解。阿恁就停了，无都爬起来吼。我都爬起来，阿恁我拢爬袂起来。你拢爬袂起来啦？阿恁现在厉害。我拢准备来顶。对啊，恁现在厉害。潜下去，伊个上固，伊个上厉害，阿公上厉害啦。对。阿公有一个，你刚才迄个海星的故事。海星哦。迄个海内底有海星、螃蟹，对啊对啊。啊，有足侪种动物嘞。是。有一天。螃蟹是安怎行来？你跟我看。横着走啊。横着走来，啊手嘞？手是安怎？安尼好啦，你跟我看麦。小外。你跟来，你跟我看麦来。来，螃蟹走路吼，来螃蟹走路吼。来，有一天，螃蟹，哎呦啊！丢骨。他喜欢你啊。来，这只公的。来，有一天螃蟹走路，螃蟹经过迄落海边的时阵，无细腻去打着海星。对。啊！打到了海星，讲啊，你是
后壁惊着歹势，你阿叔大声。来后壁迄个，我等下配一罐喙暖互你食。来，结果伊就迄个螃蟹行过，行过了，无说你去打着海星。对。海星就甲讲吼，你是无啦？伊讲你是车，你是瞎子吗？哎。结果螃蟹讲，我是螃蟹，我不是瞎子啊。啊，你有瞎哦？啊，很瞎，很瞎哦。啊，你也瞎哦？哎呀。啊，啊，那边你要多多看那个。三度笑话哦，哦，哦你都乌鸦而来，哎，智障哎，所以你不要跟智障来了，你智障之一啊，我是智障之二啦，是哦，我们智障一下，哇，那来继续唱歌，继续安排回，好，咱继续安排好，咱歌起来回，回是公益的回归回哦，回归回，公益的回归啦。今晚把它唱在海口那数的了。我是白过的好，我不知道。
谢小红会，感谢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大家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赚大钱，谢谢。